好多謝神啦，俾我有機會再一次站台見證佢。今日想講兩個見證，第一個見證咧就係有關神咧要我饒恕啊，去個管教啊，要我饒恕。咁係我有個親人咧，就常常咧就係言語啊攻擊我啊，講埋啲好令人好難受啊，好傷害嘅説話啦，咁已經積積埋埋咧，即係好多嘅唔開心啊，好多嘅憤怒，好多嘅傷害喺裏邊噶啦。咁前嗰排去咧就仲係咁樣喎，講一啲好傷害嘅説話，好難去接受。咁我已經嬲咗幾日噶啦，嬲咗幾日到星期六嗰日咧，我打算繼續嬲女噶，繼續嬲女咧，我唔會咁容易放過佢嘅今次。平時都不放過啦，何況今次咁勁係嘛？我不會咁容易放過佢嘅咁樣。咁但係咧，神嘅管教就嚟到，神嘅聲音就嚟到啦。咁佢話：你唔肯原諒人，你所侍奉嘅咧，你所獻嘅祭咧，我唔悦納。佢話：你唔原諒，你唔饒恕，你獻嘅祭我唔會悦納。你所做嘅侍奉咧，我唔會俾果效你。同埋我唔會記錄喺我嘅冊子上邊啊，咁樣同我講。啊，當時咧就係好嚴厲啊，咁啊常常咧神啊同我講嘢啦。有陣時佢好嚴厲嘅時候咧，咁我就唔敢作怪噶啦。咁佢話我饒恕你100萬，我唔同你計100萬，你同人哋計10000，咁樣同我講。他說你不肯饒恕，你所做的侍奉是不會有果效，我不會給果效你，是不被紀念，也都不會寫在我的冊子上面。當時我聽了，我就說不被紀念這四個字轟轟聲在腦裡，不被紀念，不被紀念。今天很慘，侍奉不被紀念，原來神不喜悅的，神不記你做了什麼，因為不饒恕。我就好都掙扎啦，咁乞人憎係嘛？咁多年嚟咁啊言語暴力咁，但係就天父就好清楚咁樣講嘅時候咧，咁我就知道神唔開心咧，咁我即刻心軟啦，我就話好啦，咁你要幫我喎，咁跟住咧，上帝同我嘅對話就停咗啦，停咗之後咧，咁當日咧。即係我都冇乜嘢特別嘢發生喎，唔會覺得有火啊、有熱啊、有電啊、有風啊，冇乜跡象喎。停咗就停咗喺嗰度。咁到晏晝咧，我突然之間咧就聊個親人喎，就邀請佢喎，同我一齊去食嘢喎。當我咁樣去邀請佢嘅時候，好奇妙喎，我一啲嘅違和感都冇，一啲覺得咧好委屈啊，或者咧好難開口啊，冇喎。即不會覺得咧，哇！你我都未嬲完喎，我仲要去嬲你先，係嘛？咁啊，一啲好奇妙，一啲咁嘅感覺都冇，仲話開開心心喎，我哋去食嘢，食好嘢咁樣嚇。咁我就覺得自己就好奇妙啦，因為就係我肯信服神啊，我肯，我話我肯，我冇諗過我做唔做得到，我淨係話我肯唔肯啫嚇。我話你要嚟幫我，因為我真係。我都應該是不得的了，靠我就不得的了。在這件事上面，神這個饒恕的管教呢，我自己學到很多呢，就是呢他原來在我們的心看得很重，若果我們裡面有苦毒的時候，他寧願不要我們去獻祭，他要的是我們的心，他不要我們帶著苦毒去獻祭，這樣是沒有果效的，沒有功效的， 是不被紀念的。而通過這個饒恕，我發覺很奇妙的，就是我以前生氣他那些積積埋埋那些恩恩怨怨都不記得了，沒埋了。他饒恕了他之後，他是不是好回了，他是不是會改過講美好的說話？沒有，照是這樣說那些東西，照是咁插人喎，照是咁插我喎，但是我已經唔被佢嗰啲言語去傷害到。當我饒恕佢言語嘅時候，我就喺言語上邊得到釋放，佢
個佢嘅説話咧對我咧已經再冇能力啦嚇、啊，已經釋放咗嚇、啊，我仲覺得誒、欸、好似咧以前嗰啲咧誒冇所謂啦，佢係咁噶啦，神未臨到佢身上邊，佢啊冇能力改過嘅咁，我仲咁樣同佢辯護添，咁、嗯、我覺得自己好奇妙，好奇妙就係、是、咁樣自己去咁樣去改變。咁又有姊妹咧就講啦，佢都係饒恕裏邊咧就好艱難嘅，呢個功課佢都係好難學。佢就話路加福音嗰個十七章四節嗰度講，主耶穌話：倘若一個人七次得罪你，有七次回轉，話我懊悔了，你總要饒恕他。咁佢個姊妹就同我講啦：我哋係咪饒恕到有個次數有個限制啊？係咪幾多次啊？啊，或者係？On condition 就嗰個人咧肯回轉知錯啦，我哋先去饒恕啊。咁佢咁樣問我，咁我就去諗下。哇，其實我就唔知幾多次為之叫做回轉得夠啊。佢係咪帶住個心去懊悔咧？嚇、啊，我話我冇個責任去判斷呢、這個審判權，呢、這個判斷權係交俾神。我只是負責順服嘅啫，我只是話俾神聽，我肯定唔肯，咁其餘神就會做啦。嚇、啊，咁上帝話佢放過我100萬，我唔放過人哋1萬。呢句説話我聽咗好難受嚇、啊。跟住落嚟我就要講第二個見證。第二個見證咧就係、是、幾年前咧，咁我就喺個。自己屋企個窗嗰度，我就喺度唱奇異恩典，唱奇異恩典咧就係唱啊奇異恩典啊何等甘甜，我嘅罪已被赦免。當我唱到呢句時候，我係咁喊，係咁喊。我諗起我點樣對屋企人唔好啊，點樣講人是非啊，細個點樣偷錢、偷嘢食、偷糖食啊，點樣抄功課嚇，點樣學是非。怎樣去傷害人，我很多罪出現在我面前，理性上我知道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經是和我清除這些罪，赦免這些罪，但是不肯放過我那個是我自己，我常常是覺得很遺憾，很遺憾、啊、罪那個罪那個effect、啊、那個影響是一生之久，神的赦免我們，但是那個罪那個影響仍然在那裡，那我就覺得很難受，人為什麼很難受，因為是回不了轉頭，補救不了，是吧，補救不了呢，我們就很難受，很難受，一幕一幕地想起我幾十年來怎樣衰法，怎樣衰法，那很難受，很難受，那次呢神就幫我處理，那我在那裡喊的時候呢，啊、神就给我看到在个意象里面看到一条回转寿司巴，那回转寿司巴呢，那呢就回转寿司呢就一条带啦，那有一碟碟寿司出来啦，那个寿司出来呢，那个碟呢有个碟，不过没东西的、哦、那个碟呢只是写着自私，那我就为自私的罪认罪，上帝我真是自私，我真是一個很差的人，我為那樣罪認罪，然後那隻碟消失了，接著來一個新的碟寫著不肯饒恕，那我就為不肯饒恕的罪去認罪，接著再來一個罪寫著驕傲、啊、譬如這樣、啊、驕傲，那我為驕傲的罪去認罪，再來學是非啦，貪食啦，逐樣逐樣的罪嚟，我逐樣的罪去認咗嘅時候咧，嗰啲碟咧一路一路咁消失啊，直到咧嗰條回轉壽司巴已經冇碟喺度啦，神就係咁樣去釋放我，釋放我自己唔肯饒恕自己，釋放我裏邊嗰個罪疚感。那個能力仍然限制我，仍然讓我是很傷痛、很後悔、啊、覺得很慚愧、很醜，我不好意思說出來、啊、但神就是這樣 釋放我的罪疚感，我好感謝神，祂不單止是赦免我們的罪，祂關心我們的感受，是吧，祂不想我這一世都落在一個罪疚，落在一個軟弱裡面，
要俾我哋知道，釋放咗就係釋放咗，饒恕咗就係饒恕咗。